决战北风北，哈！恭喜呢，我们今天的 Bernie 呢这个败部打上来了，但鸭子呢没想到啊，这个今天是你赢，真的没想到啊！我有在那后面看他麻将，麻麻的，就是普普通通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你一把就能够把他 KO， 你要两把知道了哈，来，开门，哎呦！ 这没有搭，奖金没有 double 啊！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。先看鸭子的牌，加油 ，Bernie， 扶起来，好，可以出赛哦。1万，1条，8万。 8条，1桶，10，5万，4桶，9桶，碰一个，拿进来。 8饼，7万，7条，3万，6万。 8饼，6饼，4万，2条。 大声大声，鸭子，2条，7万，3万，哈，我打错牌，对啦，打9条4下5啦，哇，打3条，恭喜鸭子获胜，32,800，跟我的决战北风北，好，决战北风北，恭喜鸭子啊，这是最不看好的一位，哈哈，对。 年纪最轻啊，排名应该蛮值钱的。好，谢谢你们三位，尤其呢是我们的幸福啊，远从台南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送你们营养全面升级的养生技能蛋，还有健康幸福好味道的纯酿造酱油。来，开门。鸭子，加油。你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。先看鸭子的牌，是吗？不要吧，你就跑了。小徐的牌，来出菜。可以出菜。1万。 1万，8条，2条。 8条路，8万，9条，不要碰，当将，好，好，<笑> 1条，吃，这牌最讨厌的。 来，8饼，卡8饼，吃，呼，刚刚要碰，什么？刚刚9条不碰啊？你有看到别的？是吗？
我们这个牌呀，讨厌这个牌。总这边，一饼。 九条，九条对顶我，九饼你不要，三口，靠，完了，这个牌真的自己完了，八饼。 什么？五饼，二八饼，一万，七条。 你打的八万，二桶，啊，不能换了，七万，你要吃的对不对？吃，跑不掉了，这牌看你有点是要这些挂了。 五万，吃。哎，不能吃哦。啊，糊了算了。我想，不敢说话，守住，很故意的。他很听话，九条真的不碰，真的。我有两关，他应该要碰，没有看到一头。 对呀，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？你那么听话，我没有看到一头。他来一比对，太自愿。哦，他想没有麻将啊？对，还以为没有将这样。我没有看到这个将，我后面才发现。你这样让我这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三万多哎，跟你玩牌牌好烂呢。打成这样子，拼到小螺丝啊！对啊，来，那这鸭子怪你自己。 是你自己打得不好，对不对？没有看到。你的九条，我看他表情是要碰，但是看他好像还在犹豫，我说那你不要碰，他真的不碰。太听话，真的很听话，好吧，就是牌技还是不一样的啊。好了，32800，我们守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观众朋友们，踊跃下载搜寻我们挑战吧大神 APP。 想要挑战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报名哦。好，谢谢，晚安，拜拜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。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